会贵港，咱就要过年啊！真欢喜，伫咱的乡亲做伙围炉的日子，会使甲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顺利。咱华府同乡会成立满50年，今年咱走向第51冬，嘛是走向咱新发展的一年。今年是台湾关系法满40冬，对台美的关系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。台美的关系今仔日会使这么好的基础，拢是感谢各位乡亲的斗三工，让美国的社会了解台湾，听到台湾的心声。大家对台湾的贡献，我做总统一定要代表咱台湾的社会，向大家表达上亲的感谢，真正多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知影大家上关心台湾的发展。去年的选举了后，咱的政府团队已经全面来检讨改进。咱一时滑倒，但是一定会阁爬起来。不管是虾米款的挑战，咱拢唔惊，请大家放心，咱嘛有信心，台湾会继续进步，继续向前行。现在我们的苏贞昌议长开始冲，我们政府团队会继续来拼改革建设台湾，也要用最大的气力来守护我们台湾的民主和国家的主权。在跟中国的关系我也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台湾绝对会接受一国两制，这也是我们的台湾共识。现场的乡亲时代，咱台湾爱拼民生和民主，守主权需要咱海内外每一个台湾人的支持。我要拜托大家大声讲出台湾人的心声，大声讲出咱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。新的一年，咱做伙拍拼，和台湾大发展，和台美的关系愈来愈好。咱勇敢自信，面对挑战，加强。谢谢，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多谢大家。